又是很日系的外单款，这个在外面很难会撞衫，只有我们家才会有。它是很多，它是大概四条线吧，然后去拼凑出的格纹。嗯，这种材质好像很多都也是会做衬衫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是比较日系的设高单的那种。对，前面做这个叮口袋，超大叮当袋，超大领口这边是搭到这样子的棉质螺纹的街边这样子，背后这边胸背这边也有做到拼接线这样子。像是那种牛仔衬衫的那种背后会有这样子的拼接线，因为通常棉麻大家真的会比较 care， 就是麻料会比较刺嘛。但是这件它完全里面任何一个缝线跟布料都是亲肤的，那它长度的部分呢，一样是可以遮到腰腹，然后臀宽的部分这里的空间也非常的足够哦。那侧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遮到臀围，然后长度的部分呢，来不会崩臀，然后手袖来36公分的手臂围也有空间，领口的部分还有不会紧，不会紧。那这件其实我觉得穿到三叉也可以，这件我觉得穿到三叉可以，穿到三叉可能胸就是合一点点，但是这里下放的这个地方它都是顺身下去的。